行水咁易。至於點心咧，就先用一個大蒸籠蒸好，然後用碟上。嗱，燒賣一碟4粒，蓮蓉包每個5毫子。一家大細去嘅酒樓同而家冇乜分別，內裏嘅裝潢大致一樣，最顯著嘅唔同就係當時用點心車賣點心啦。去酒樓除咗飲茶之外，仲會出席壽宴、婚宴等等。睇翻77年呢、這個酒樓集團廣告，買一圍酒嘅費用由300多元起，今日嘅價錢起碼10級條。數到香港嘅名勝，點少得兩個主題公園咧？其中嘅海洋公園。家陣上香都得我同